看你是这一口，就是了。哎呀，这弄点花钱。这一天捡多少钱了啊？没有，有的时候就捡个10块8块的，有的时候1块钱也弄不了。这个都少，捡的一斤才卖1块5毛钱。慢点。这马上就下雨了，今天有雨。对，一会儿要下雨，您还走不了了。我要不不敢说出去，不敢上烟厂去，很难叫。这是您吃的？10块。这是啥时候的？饿了就吃，放这挂面还有大米。我不再谢你。不用谢。菜，这个我很感谢你。你以后这么大岁数了，少出去几趟，别总捡废品了。来吃一块，慢点慢点。感谢。不用谢不用谢，您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啊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。没事的，您进去吧，您进去吧啊，穿好了。别出来了，下雨了，外边您别出来了啊。这十年后我看着泪流。别出来了，下雨了。快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我们走了啊！快进去，下雨了，越下越大了，走了，下雨啊！还记得这位89岁的爷爷吗？我那个大儿子活的时候，我们家就在这儿创生，就在这儿创生。活的时候要扛2米半的天，每天都上这来坐着吗？一滴水可暖人心扉，一滴水就寒风甘露，一段情心甘情愿无怨无悔。给你买的这个衣服还有鞋。我差一岁就90了，我该死的人了，这么一二次坚持，我感谢呀。这是鞋。嗨，哎呀，我感谢你那这。别别别！用钱包，时间你别惦着我呀，我真感谢不了。不用感谢，这就是缘分。爱暖春潮，你是哪儿的？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！我说你是哪儿的？你这一天呢？我们是哪儿的？忘不了，我那个是记在心里的，我忘不了啊！你帮我一把，我扶你上道，人间正气无间道。